这个还是往上了，过来上庄稼回哟。今天那啥嘛，刮的，哎呀，这个没得，这是干了的，干了它就吃了的。这个还行些。你看这个大，过来挖我个博客了。啊。 一二三走，给我回把汗煮下到。啊。起锅烧油。嗯。辣椒酱。生姜、辣椒、香料，炒香。 加水，盐、胡椒粉、糖、生抽、料酒，好大一个羊肚，先给它卤了去。什么羊肚？什么羊肚？ 羊肝它比猪肝嫩一些，等下一烫会香。羊血切片。 羊肚捞出来改了，羊肚切丝，切现在已经卤熟，现在都可以切了，再把它炖一下。这个羊肚跟那个牛肚差不多的。 烧油，大蒜炒香，辣椒酱，炒香炒羊肚，羊肚爆炒1分钟，炒香了，拿出。
加胡椒粉汤提鲜，生抽酱油，下酱去，羊肝加进去，再煮两分钟，来点青椒，开始。关起门。啊。我说我去回吧。去，好是太热了。你还玩几天呢？玩三天就玩完了。我今天没给准备酒嘞。嗯，哎，应该可以。羊肝那边猪肝嫩些，里面有羊血，有羊肚子，羊肝。羊肝是吧？羊肚子没有肉好吃，是，但是羊肝好吃。你现在蛮想吃羊肝的。下次把那羊肝给它爆炒。可以。还是可以。马上冬天，那吃羊肉就多些。大蒜放蛮多。大蒜把它煮烂了以后蛮好吃。差不多烤大蒜，你还没吃吧？大蒜烤大蒜去。好啊。让别人搞一会儿。